我日本漫画刊的时候，他前两天，什么又吐了，然后那个又抽了很多汗呐，抽，看他这怎么回事，把要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我看到他那个院子里堆了好多草啊，堆了好多草，哎，堆了好多草啊。人家那个劝他叫他地上种草，地上种草，本来好好的院子，叫他种草，种草，哎呀。我看他的未来呀、啊，未来种的草啊，要长到膝盖那么高啊，未来啊，长到膝盖那么高啊，那看着那个草啊，就放毛啊，看着那个草放毛，好像那胃里吃了好多好多草似的，堵在那边呢、啊，堵在那边呢、啊，那个草啊堵在那个胃里边，堵在那个胃里边，那个草啊堵在胃里边，堵在胃里边就下不去啊，那个草啊。堵在胃里面下不去啊，那个草啊堵在胃里面下不去啊，哎，堵在胃里面下不去啊，那个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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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看到那个大片的草啊，看到那个大片的草啊，眼睛看到那个草啊，感觉那个草的能量就到他的胃里了呀，好像那个草是又不能吃又没啥用处的。说到底就被人家骗了，那个搞的，买了那么多草啊，就给他搞那个草地啊，好，然后那种草的那个影像啊，它的能量就堆在他的胃那个地方啊，堆在那个地方，堆在那个胃的地方就下不去了，堆在那个地方就下不去了，堆在那个地方就下不去了，还是一句话，自己个人不要招惹人家，招惹人家叫人家帮一个忙，人家就东西就推销过来了，推销过来一个说也说不是，推脱也不好推脱，哎，推脱也不好推脱，那只有硬着头皮搞，硬着头皮搞，钱也花了，还落了人家一个人情，还要人家来帮忙的，搞了一堆那个烂东西，啊，知道是那个是草引起的，是吧？然后那个脑袋里边清除那个草，那个草哪里来的？先进了脑袋里边，进了脑袋里边，一直往下压，一直往下压，硬强行的把它塞进去，塞给他那个草啊，强行的塞给他。就像那个脑袋里塞进去，从脑袋里把这个草塞进去，塞到它一直往下塞到胃部啊！啊，下次也不要那个人帮忙了，下次不要那个人帮忙了啊！把那个草啊从脑袋里清出去，从胃里清出去，塞干净，把它塞干净，塞干净就拉倒了。那个草让它干死算了啊！不要了，让它干死算了，还要浇水的，那谁有这个能力搞啊？好了，不管他了，以后也不要他帮忙了，以后也不要别人帮忙了啊，以后也不要别人帮忙了，不要也以后也不要别人帮忙了，啊，把它清掉，对，把那个胃里的那个草啊，把它清掉，清掉，那个草把它清掉，清掉啊，清掉，把那个草啊清掉，清掉，那个草啊，把它清掉。清掉以后，慢慢就好了。后面打电话过去，叫他那个草啊，就顺其自然，也不用浇水了，随他去。就那个白扔掉就白扔掉了，这个钱呢，白扔掉就白扔掉了啊。没有，本来也没什么毛病，就那个草引出来的事。那个草是什么呢？一大片的地啊，那很多很多很。很大很大也，他的那一片地啊，人家来向他那个推销那个草地啊，叫他种草。你说年龄94岁的，叫他种了草，种了还得要给他浇水，哎，怎么一搞的话，哦，扯了一把，然后看到脑袋里边，就像那吃到胃里边，消化不良的，好，知道了，那个就让他干死就算了，就不要他了，不要再管了。我再见啊，再见了。我先跟他。